马路旁突然传出爆炸声响，接着下一秒瞬间火光四射。远警汇报立刻赶到现场，不过丢炮竹的人早就已经不见踪影。回到事发现场，也可以看到地面上有明显的烧焦痕迹。据了解，李姓男子疑似锁定附近社区，光是一个晚上就丢了2次炮竹，让附近民众吓了好大一跳。可能很远的工厂在爆炸吧，所以应该还好吧。然后但没想到，大概5到10分钟之后又在第二声。他说会不会什么人打子弹？我说那绝对不是子弹，那绝对是火箭嘛。很大声，很超级大声。乱丢大龙炮事件就发生在新北市五股21号半夜11点多，李姓男子喝醉找来余姓同伙，两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鞭炮沿路乱丢，接着开车逃逸。经调阅监视器辨识犯嫌身份，已将2名犯嫌查缉到案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事后警方以车追人，火速逮到2名犯嫌。不过他们向远警供称，是个社区内的住户有借贷纠纷，才会一时兴起，甚至就意乱丢炮竹。不过这下通通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记者胡克祥张甲采访报。